那个脖子后面好像僵硬的感觉啊，这样的感觉，感觉那个天上打飞碟啊，看到打飞天上打飞碟，运过来好多那个石头往下砸，运了好多那个大石头往下砸啊，好多那大石头往下砸啊，这么大小石头来自哪里啊？来自土星周围。哎，来自土星周围，本来原计划造地球的时候，用这个东西，后来为什么没有用呢？没用它呢？因为地球啊离太阳太近了啊。你如果地球做的太大的话，那后面地球背后一大片的阴影呢，就会把地球后面的个光线给挡掉了。所以呢，地球没有继续往上面堆石头，就那个石头就。从宇宙里面搬过来就停留在那个土星的后面了啊，就留在了土星的周围一带了啊。现在地球已经远离太阳了，这个时候准备要把那个地球上以前准备用的那石头准备搬过来啊，这样呢正在往地球上找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